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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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一起来听《守时的公鸡》这篇故事，你就知道喽。嗯，啊啊啊！公鸡啼，小鸟叫，太阳出来了。啊啊啊！美丽的女主人起床喽！哇，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啊，睡得好饱。现在几点了？报告女主人，早上6点整。哎呀，我家的叮叮机永远这么准时，好乖哟。当然啦，准时起床、警钟之手是作为公鸡最重要的任务啊。很好很好，我们赶快去叫仆人起床吧。是的，主人。吸气，吐气。啊啊！你们给我起床！工作，工作，砍柴，砍柴，工作。太好了，太好了，很棒，任务完成。啊，那我要继续去睡我的美容觉了。啊，主人，拜拜。好好工作啊。叮叮鸡，你为什么这么鸡婆啊？我是公鸡，不是鸡婆哎。那叮叮鸡，你每天早上就不能晚一叮叮叫吗？嗯，不行。要是叮叮鸡啊每天这样叫，叫到烧香都叫不出声，那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哎，有了，我们就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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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把嘴巴封起来会更好哦。OK OK， 这样子啊，你明天早上不能叫女主人起床，我们就可以睡到饱。去哪了？怎么会没有叫我起床啊？啊，那两个人不就偷懒一整天了？不行，不行，哼，我一定要更早睡，更早起，才不会睡过头。Go go go！ 起床，起床！天都还没亮呢。怎么今天好像比平常还要早啊？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几点，所以以后我起床，你们就要起床。Go go go！ 好，不要。咪咪小花猫，咪咪小花猫。哇，
听说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有六只非常会唱歌跳舞的小花猫哦。哎，你们在哪里呀？哦，原来在那里哦。你们真的很可爱又很漂亮哎。等等我，我来了。你可以帮我画他的黑鼻子吗？可以。来，麻烦你了。那你眼睛闭起来。请画画的时候要怎么画？你现在是怎么画？横的画还是直的画？它要横直哦。什么？好痒啊！三条还是两条？啊，断掉了，断掉！我把笔弄断了，怎么办？怎么办？哦，我装回去，断掉了。断掉。二手拿，OK， 二手拿。原来鼻子只要画那么小一点。我怎么办？我好像毁了你的表演。我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抱歉。一二三。说起来不可以起来哦。小猫咪睡觉会动吗？小猫哦会踢脚。请关灯。OK， 请关灯，没有问题。来，我们来关灯，一下。继续睡哦。宝贝大明星。小朋友，你知道 love 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 love 的意思。这是一首充满爱的歌。小朋友现在赶快站起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跳这首 love。世界更美丽。
找口袋里有什么小惊喜。L O V E， 变幸福的秘密。L O V E， we say love。我们唱着快乐的旋律，我们唱着幸福进行曲。手手慢，就要陪着你一起快乐长大。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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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我们唱这世界的美丽，快乐的长大，快乐的长大，我们爱这世界的美丽。悠悠妹小学堂。我是月亮姐姐。 I am 悠悠 man， 我是悠悠 man。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呢？ Great！ Everybody， it's English time！ 悠悠 man， what day is today？ 月亮姐姐，你是在问我今天是星期几，对吗？答对了，悠悠们很棒哦。What day is today？ 今天是星期几呢？如果今天是星期二，我该怎么回答呢？我来教你。如果今天是星期二，你可以说 It's Tuesday。It's Tuesday， 今天是星期二。我学会了，谢谢月亮姐姐。You're welcome， 不客气。那悠悠们，如果今天是星期三，英文要怎么说呢？我知道，星期三的英文是 Wednesday， 所以是 It's Wednesday。哇，悠悠们很厉害耶，马上就学会了。是月亮姐姐教的好啦。那现在悠悠们，你来问问小朋友吧。OK， 小朋友 ，What day is today？ 小朋友很棒，都学会了哦。嗯，既然都学起来的话，就要常常使用，才不容易忘记哦。嗯 ，What day is today？ What day is today？ 今天星期几 ？It's Friday。It's Friday。今天是星期五。Is today? It's a Friday. Friday. There will be an English test. What day is today? What day is today? 今天星期几 ？It's Friday. It's Friday. 今天是星期五。What day is today? It's Friday. Tomorrow is Saturday. It's the weekend. Happy holiday! Yeah!悠悠们，我们来玩一个转转乐的游戏好吗？当然好，我最喜欢玩游戏了。太好了，请看，这是我做的星期转盘哦。哦，好可爱哦。游戏要怎么玩呢？很简单，等一下我会问 What day is today， 然后转到星期几，你就要用英文回答哦。OK， no problem。开始玩吧。OK， What day is today？ 今天是星期三。答对了，再来咯。What day is today？ 今天是星期日。悠悠们很棒哦，再来咯。What day is today? It's Tuesday. 今天是星期二。哇，悠悠们太厉害了，都考不倒哎。月亮姐姐，那我们来问小朋友好了。Good idea. 那月亮姐姐我负责来转，悠悠们就来问咯。OK，
小朋友 ，What day is today？ 今天是星期五。哇，小朋友100分，全部都答对了。希望今天透过转转乐的游戏，可以让小朋友都学会今天是星期几的英文啦。啊，糟糕，我跟雅米约好今天要去看电影，我先走咯。好，你赶快去哦，不要让雅米等太久。小朋友，我们下次见咯。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画完线条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红、橙、黄、绿、蓝、靛、紫，好多颜色。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加油，加油！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红绿灯完成喽，一定要遵守号志，礼让行人哦。住在这里面，哦哦哦，变变变！
有趣的世界。方形又扁扁，三角形尖尖，好多惊喜藏在这里面，一起来发现。圆形、体形、方形、三角形、圆形、体形、方形、三角形、圆形、体形、方形、三角形，一起来发现。怪兽，矮矮的怪兽，明明不瘦，为何叫怪兽？坏坏的怪兽，怪怪的怪兽，明明不瘦，为何爱装瘦？怪兽，跟我一起练练肌肉。怪兽，勇敢闯进魔幻沙漠。怪兽，救出公主来玩大富翁。这种剧情好像做梦。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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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呆，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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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奶，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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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呆。怪兽跳起舞来呼呼生风，怪兽唱起歌来有点老红。听到掌声就会人来疯，马上来的 rock and roll。 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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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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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杀，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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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吧，拍手。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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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来，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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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来，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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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哥啦。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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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家，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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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家，我的怪兽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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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好开心哦，让香蕉哥哥来考考你吧，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洗手呢？吃东西前，玩游戏后，还有上完厕所也要记得洗洗手哦。大家都要记得常常洗手，把手上的细菌通通赶走，当一个健康宝宝。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大家好，我是玩熊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赶快按下订阅键。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也可以看这里哦。